你这个是坏人，坏人在哪里？说坏人在哪里？2009年9月3日，在他紧张万分，然后汗流浃背的告白下，我答应了他，成为他的女朋友。就这样，他的厄运开始了。就是仗着一股勇气，啥也不想，就认定了眼前的你是我想要依赖的那个人。来吧，依赖我吧，雷天塌下来了，我保护你。为了这个婚礼，我们除了紧张、恐怖、期待，更免不了的就是吵架，一直吵架。I love you too。 你讲你要吃干了，你在耍脾气说你要吃干。现在就要扮认真起来，你弄开我的心，你为什么这么苦？但幸好他是沈松辉，所以我们顺利地走到了今天。在你们的祝福下，我和他将正式成为了夫妻。别的宝宝，你爱买爱买谁？你嫁给我吧。